我是冯坤。雅典奥运决赛，所有人都盼着我们夺冠，盼了20年，不能输啊！但压力太大，怎么都打不开。眼看着要连丢3局，关键时候教练说：“放开打，别想太多。”扔掉了包袱，我们终于赢了。08年，我们一定会把更多的期望变成动力。